No. 进屋子不要把书包乱扔，把书桌收拾干净，我不要看到乱七八糟的样子。少烦我了，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若迟到的话，差事泡汤，我才懒得出去找事呢。谁逼你一定要出去做事了？少你一份薪水能饿死人吗？好了，是我自己选出去做事，是我想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好了吧？可是我觉得我们在整个往前走的过程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念很重要的是，甚至我们慢慢相信这个愿意累积，愿意动手去做，而接受那个不断的在做的过程的挫折，我觉得是一个民族里面很重要的资产。书包去了，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叫人了没有？叫人啊，叫玉清嫂。玉清嫂，荣荣少爷，把钱还我。什么钱呢？我生孩子的钱，搁小皮包里的钱。谁拿你什么钱了？你我跟加二十摊牌。把钱还我。算了算了，回去吧。哎，算了什么？你们这我都一手同花大顺的看牌了。在附近教跳舞，我要离婚。